哇，今天两件事情，先给大家看一颗特别棒的品种，然后后面呢再说一下龙沙宝石牵引和灰莓冰的关系。牵引不好很容易得，哎呦，这颗品种其实我也是想说灰莓冰的，今天这个主题其实围绕着灰莓冰去说，还特意买了个转盘。哎，这个品种其实已经开了很久很久了，这些残花它都自己脱落了啊，就花瓣脱落了，但是后面你看这个一串一串的开了，是吧，压弯了枝头的感觉，这真的是太棒了。然后这个品种是什么，它就是那种很甜的粉色，所以它的名字呢就叫性感的蕾西，这个是直译的名字啊，英文直译性感的蕾西。然后它这个盆包括这个裸露的根是吧，我当时冬天我都给大家看过了，当时冬天其实拍出来还有不懂的观众笑话我，你这个苗啊看着都要种死了，是吧，根本要买买好啊。其实我根不买好是为什么，当时也说过，我是为了它的根系的利用率更高，然后我强烈推荐就是北方的观众，天寒地冻的地方呢你要买好的，我们南方无所谓的啊，北方是要买好的，特别是你就算夏天不买好，你过冬一定要保温保好的，就是填上枯树叶，没有土你要填上其他东西盖住啊。那这个就是我当时那个镜头实际上是冬天休眠的好，休眠的好所以感觉它没有叶子啊什么的，是吧，这很正常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一贯以来的风格，它最丑的时候我也是拍给大家看的啊，当时拍的主要是我修剪冬剪是什么个状态给大家看啊。没关系，其实杠我的人或者不相信我的人其实看久了也没关系，我只求你如果留下来看的那是最棒的啊，那如果杠一下就不走了，其实真正的技术还反倒学不到啊。这个开的美的是吧，我说打球拿球说话是吧，别喷垃圾话，种花拿花说话是吧，我们技术好坏还是看花啊。然后这个品种呢，我为什么说围绕着灰莓病去说呢，今年我们南加州特别凉是吧，你看我这样出的节目连续那么多期往前推都是阴天，我上午基本上都是阴天，有的时候整天都是阴天，那么这样十来度二十度徘徊啊，就很容易导致一个白粉一个灰莓，那连续讲是吧，怎么样预防或者怎么样会好一点我都说了啊，今天不多说，我就说这个品种真的就是它抵抗住了，它是开的最美的是吧。现在我的花园里很多花都进入尾声了，进入尾声有些花呢就没开就已经被灰莓病给侵害了啊，比如说这一颗啊特别丑是吧，叶子上有斑点，它不是黑斑，这种温度下不会有黑斑的，一定三十度以上才有黑斑，那它的花苞就打不开了啊，这种就是容易受影响的。这颗是仙露啊，仙露啊，那这颗到时候我要修剪掉了啊，修剪我再拍视频吧。刚刚入的，然后我早春的时候移的，就是地里挖出来的几颗苗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这颗是古代水手啊，奥斯汀的。奥斯汀的品种都挺容易散的，但是我觉得它是奥斯汀里面也容易散，但是跟自己比还行啊，所以能够在这个温度下能够开成这样的规模，其实北方种应该问题不大，它受灰莓病的影响也不严重啊，几乎也没有影响。这样子的状态已经维持了好几天了，这已经是末尾了。对，然后还有一颗，那这颗是哈罗卡尔啊，这我当时那个内院龙沙下面移出来的，去年都是我们在地上，我坐在草地上介绍的，今年都是花苞，它花苞多，孕育周期长一点，它有一点点受灰莓病影响的，看这种花苞
哦，这个就烂在这里了，打不开了，哎，自己掉了啊，有一点点受影响。反正今年的这种状态我都是没有打药的啊，今年昏迷病严重，其实我应该早点打药，但是我早点没打，现在呢我就不想打。然后给大家看一颗就是比较严重的，这个是红色龙沙宝石，那其实它和普通龙沙宝石它没有任何的关系的，它不是同一个品种，它不像那种白色龙沙宝石或者深粉色龙沙宝石，它们属于芽变，但这个纯的这种大红色龙沙宝石它其实就蹭热度的啊。那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花苞打不开，花苞打不开的原因就是灰霉病啊。因为我秋天的时候，当时我嘚瑟过是吧，哎呀秋天红色龙沙宝石很漂亮，秋天嘛又干燥又炎热的，它的花是能打开的，而且在夏天秋天来说它的花打开是怎么样，相对其他花型来说是又包又大，真的很完美，当时夏天看是。但是它最大的毛病就是，所以北方雨多，你如果春天上来一直维持十几二十度的地方，它是一定一定有问题的啊。那我这个地方还好，没有全军覆没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牵引对它造成的影响。那么很明显，它在这个柱子下端的啊，它就越严重，是吧？然后越往上移，我们视线越往上移，哎，这一团是吧？它有点伸出来。在中间的这一团就好起来了啊，最顶端的我们来看，最顶端的哇，开得美美的，开出来了，最顶端的啊。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，就通风透气对于这个病的影响是很大的啊。因为这个病呢其实它不是这种锈迹斑斑的状态啊，锈迹斑斑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页面啊，其实它是锈斑病啊，就是这种温度下锈斑白粉灰霉，有些植株它是同时存在的啊，但是影响到我们开花的啊，实际上是灰霉，灰霉现在是最要命的啊。那这种状态已经这样了，我打药已经来不及了，就算了啊，今年大意了，我没有闪。然后有人可能会好奇，刚才有些镜头带到有一颗很朦胧的美的花啊，就这个，有点像亚伯拉罕。这个是石罗普郡少年，也是奥斯丁的，那这个花我没有介绍给大家，因为今年我们这儿冷，所以它开得很美，它也是个藤本，但实际上也是个假藤本，它也是顶端，又是顶端开花的，也就意味着它夏天也在开，但是呢，散得太快了。我如果只给大家凑在一起，这美美的啊，盛花期确实漂亮。热起来的话，真的两天就散了，啊，你要缺水一个下午就没了，所以不太推荐啊。因为我跟大家是一样的，都是消费者，都是买来种的，我并不卖花，说点实话吧，那我种了，种这么美了，我才有权这样说它，是吧？有的时候你种不美，人家会说，哎，你自己种不好，你怪他。好，我们来到这里，哎，这个龙沙墙我顶置的那个视频就是两周多以前拍的，当时已经盛花期了，然后现在还能够维持相对的盛花啊，是不是大家很惊艳？其实也是跟今年天气冷有关系啊，就花期维持得更久，整个盛花期一直维持到现在，那现在有一些黄化的，有些丑的花，那也正常啊。但不要去，先不要去剪啊，这种丑的花瓣这样打散丢地上就行。那我要说的是什么？就你的牵引对它的影响是很大的。我这两天高级会员发给我的资料照片里啊，出问题的我发现是一种牵引方式，就是木墙。或者用木兰山牵引，然后呢再结合现在这样的十来度二十度的温度啊，它的灰霉病白粉病和铁锈病同时爆发，当然最严重的影响到开花的，直接影响到花苞就掉，就像前面那颗红色龙沙一样，那个是就是牵引的问题，牵引在原木材料上特别容易导致
地面的真菌往上蔓延，啊，这个是我刚刚总结出来的，啊，我就发现我，因为我有全世界各地的那种会员的照片，然后，原因也是刚刚找到的，因为大家都说，哎呀，龙沙宝石不好，是吧？那个毛病太多了，我就很纳闷，我说怎么会呢？它的抗性其实很强啊，那除非是红龙，是吧？那现在我对比下来，我就发现牵引的材料直接影响到它的病虫害啊，特别就是灰霉病啊。然后呢，我这个牵引全部都是铁架子，我离墙是有一定距离的。你别看我靠着墙是个龙沙墙，或者这个是珍珠门啊，珍珠门的墙，包括我这些柱子，我这些柱子当时看我牵引，我是不是都是不是那种服服帖帖的去烙的，我都是那种一两个点去固定，其实整体是拱在那里的，像拱门一样，是吧？其实也就造成一种就能够有通风，风能够吹进去的一种状态，对它的抗病性是有提高的啊，或者它本身还是挺抗病的，是没有问题的，有问题就是还是牵引的问题。然后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很火的说啊龙沙宝石牵引的视频，我这么美的龙沙我都没火起来，结果他那个牵引还挺火的，因为他治愈强迫症，怎么牵引？他用那种电工用的那个钉子加一个塑料扣的，就是扣那种电话线网线的那种五金店卖的，去牵引龙沙，然后整个龙沙就牵引的钉在木板上，牵引的服服帖帖的，就像电路板一样，那真的是治愈强迫症。然后叶子们撸光，但是那种状态尝试过的人可以在我下面留言，是不是病虫害很多，花是不是就没开好，特别是今年啊，今年南加这样的温度啊，那北加更加是吧，也是这种阴天多吗，你肯定得病的啊。所以牵引不要去很服帖的整个枝干都压在那个木板上，而且尽量就不要用木板，别看我家外面那个是白兰山啊，塑料的，它不是木头，所以没关系啊，然后这个我捆在花柱上，虽然是木头啊，是个木桩子，树砍掉了，但整个牵引我是裹了一层铁网的啊，也是隔着一层铁网，然后整个牵引也是没那么服帖的。其实我是偷懒，但是现在想想，哎，居然有好处，哎啊，所以我把发现的东西都尽快的尽早的去告诉大家啊。好，今天的总结就结束了，如果有喜欢一定记得订阅点赞，拜拜。